其实我们还有这句叫什么？啊？中文名叫周星驰，英文名叫被你们也吃惯惯狗，我们三个菜，不要紧张，我们的周公不要紧张。现在培养你成绩低，应该是。一点点。刚才自己拍一下。OK。返回车站。你们工厂那边应该经常要帮人家拍这个视频。不让，他们不让。那如果客户要你们拍这个视频，我们那里直接是被你们这种人破坏这个。冷静一点点。放屁呀你！放屁呢！要屁都跑过我，你别跑。估计客户忙得搞这个是有点困难。有一定的难度啊。这个人体学的。这个要他的时间太长了，太长了我放不过去。要想短，要想看清。哦，那就长一点，没事，我爬到网上上去，要爬到网上。手指不要挡住，这个很难搞到哪呀？这是不是麻烦？不是麻烦。先把它翘起来，推过去。对，翘不起来呀，这下子要。我那天时候走的是水果。没事，这娃真的，没事，那就快点翻过来，把面板装上去。我给推下去。上面先。OK。Over。